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凯到我是 2, 的频道。今天我带大家讲全新的竞技场新卡酷里男这张卡片，它的主动技能我觉得还蛮实用的。CD 七总有两个效果，第一个效果是将非强化腐蚀转成强化珠，再是如果说你转出来的腐蚀越多的话，全队攻击上升越多，最大是二点八倍增长，二 w 二点八倍还蛮狂的。再是它暗暗人类的种族，所以非常适合放进猎人为主的队伍中。那、啊、这张卡片唯一的雷点就是，如果说你的锁定珠子刚好是强化珠的话，就没有办法把你给转掉了。 这是他唯一的雷的地方，所以这张卡片的话，建议大家还是在嗯搭配上是猎人啊。 那个我们开下库拉皮卡的时候，回家整满变成原本的服饰嘛，这时候你再开下库里南，这时候他就会有完全的二点八倍增伤，所以它也是搭配猎人算是有有吻合到了。不过呢，我们其实只要用小杰变身就好了。不过有时候小杰已经变身了，所以我们就可以搭配库里南去做一波再度的大爆发。以上就跟这张卡片的所有分析啊。如果大家想要看到更多的新卡分析，比如说下你电脑情况下，你刀。下次有新那篇的话，绝对第一时间通你。那我是王凯，我们下回片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